中华民国82年国庆晚会表演开始。希望每一年我都能够为国家出点力。今年回国。表演开始，铁刀。要神魂颠倒，气喘用心跳，为爱神魂颠倒，血浓如波涛，为爱神魂颠倒，梦里都缠绕，为爱神魂颠倒，享受直到老。刘德华，我想你这次是专程哦回国来参加我们的国庆活动啊、哦，先跟我们聊一聊你的心情好不好？大家都看到了，在镜头里面都看到很紧张，还不自觉的在那边抖，我以为有内功，我是怕有什么什么差的地方，我怕没有，希望总统可以给点意见，到底我这样耍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来，总统一掌声啊、哦，鼓励了你啊、哦！我看明年还是要邀请你啊、哦，还是由你来耍军刀。我也希望，也很希望。我希望每一年我都能够为国家出点力。不过今年回国参加国庆的心情一定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对。